常乐我净，哦，常就是啊，我们佛性不生不灭，如如不动，常。啊，你已经呢，哦，得到我们佛性的，哦，它的乐，哦，就没有苦啊，哎，就是真正的乐。哦，啊，我就是佛，就是如来，哦，净啊，就是清净。哎，所以啊，我们要了解说，只要你到达常乐我净，只要你了解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而已哦，哦，你就呢不会烦恼生死啦，哦，那个生与。